各位 ITPM 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六届的理事长严明义。那今天非常高兴在此要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协会最高荣誉奖项十大杰出专案经理人奖，在今年度将首次与 PMI Taiwan 的最高荣誉奖项，也就是标杆企业奖，共同一起办理。那这代表的两会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同时这两个奖项也涵盖了个人专案管理的能力以及组织企业管理能力的范畴，所以您只要一次性的投奖，就有机会可以获得两大奖项的殊荣，这个 CP 值可是非常高的哦。那在此呼吁各位会员朋友们可以踊跃的投奖。那这个奖项预计在今年的六月份开始进行收件，所以届时也请各位会员朋友们注意我们官网上面的讯息，也请各位能够把这样的讯息能够提供给您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把更多的好的专案管理的一些结果跟成果能够收录在这个奖项里面，让我们今年的这个奖项能够办得非常的顺利圆满成功。感谢各位，谢谢。